第三十一集，水海洋他们并没有想到靳希望会这么顽强，他和金伟东和张默然相互看了看，水海洋慢慢的说道：“看来靳总是非向我们要证据不可了，那好，我们是可以给你看证据的，你所需要的证据，我们都会慢慢的提供给你。现在。” 你可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如果这里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不会介意的。金色阳光花园当初在规划时的容积率是多少？而现在建成后的实际容积率又是多少？你总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有过变动？变动有多大吧？靳希望坐在那儿，变得严肃了，渐渐的。 又由严肃变得紧张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这件事儿，你可以去问规划局。规划局，我们当然问过。我们不仅仅问过规划局，还问过的相关的部门多着呢。我们甚至问过你开发的金色荧光花园的相当一部分业主。至于我们先问谁？” 后问谁？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不用你提醒。金希望啊，我现在坦白的告诉你，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金色阳光花园在建设的时候，容积率肯定是变动过的。这不是真正需要你证实的问题。真正需要你证实的问题是，这种变动是你开发商的擅自变动，还是得到批准的？ 如果是前者，你肯定是将被追究责任的；如果是后者，那批准的人至少要说清楚他们这种行政行为的依据是什么。靳希望啊，你是主动说清楚呢，还是想放弃这个机会，而任凭别人去说你在违法？靳希望还是犹豫着。秦卫东在旁边说道。 尽希望，你还可以想一想，但这是迟早要说的。再比如，金色阳光花园的业主们，即便交了全款的，房子产权证至今也还没有办下来，你也可以说一说，那是因为什么？你以为你把公司一注销，人一走就不了了之了？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呀！你这个公司。 原本就是不能轻易注销的，可你有办法呀！你可以拿到各种完税证明。可是，你竟然连开发建设基金都没有交，而这个始终制约着房子产权证的办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官场上有些东西你是可以用钱去摆平的，可有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摆平的，那就是民心。 那就是良知，那就是公理。金希望啊，你是不是又觉得我不应该用这种口气和你说话？因为你不是犯罪嫌疑人嘛。张默然也接着说：“金希望，我的这位同事还在和你谈什么良心、民心、良知，还有什么公理？在我看来呀。” 和你这种人谈这种问题，纯属多余的，因为你只知道钱，只要能让你得到最大的利润，你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那么多寻常百姓，不少人都是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下了一套房子，可是搬进去之后才发现房产证根本就办不下来，而你呢，却像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没有半点自责。 你没有半点内疚，因为你没有作为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起码的良心。所以呀、啊，不必和你谈什么良心和良知这类问题。你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吧？靳希望把头低了下来，房间里出现了短时间的沉寂。水海洋又一次说道。 还是说吧，你不要指望谁会帮你，那是不可能的。关局长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他是没有办法保证别人长寿的。他现在正在想着他自己怎么才能摆脱法律的处罚呢。靳西望站了起来，走进了卧室，又走了出来，他为自己点着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低着头。 慢慢的说：“其实，对不起那些老百姓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也不能什么事儿都怪我一个人。”水海洋和金卫东相互看了看，他们彼此已经明白，靳希望可能要开口说话了，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就在那儿静静的等待着。可是等了半天。 靳希望好像又犹豫了起来。水海洋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说道：“其实对不起老百姓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一点我们当然知道。可是你必须说明白，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别人。那个人是怎么对不起老百姓的？否则，老百姓们怪罪的自然就是你，这一点也不奇怪。” 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金色阳光花园的业主们之所以没有办下产权证，那是因为我这个开发商没有把开发建设基金交上去。可我是冤枉的，我已经把钱交给了规划局，总不能让我重复交这笔钱吧？靳希望终于说话了：“靳希望，你不会搞错吧？开发建设基金。” 怎么会交到规划局去？水海洋问道。我就是交到规划局去了，那有什么办法？在当初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他让我把这笔钱先交上去，才能动工，我也就那么做了，就没怎么计较。谁能想到钱到了他们手里，就再不好往回要了？你说的他们？ 是指谁？当然是规划局了。你交给了他们多少钱？整整划给他们一千万。这笔钱究竟是笔什么钱？是以什么名义划到规划局账上的？水海洋问道。我是准备用这笔钱交开发建设基金的，可是当初关亚南向我要保证金。 没有办法，就交给他们了。什么保证金？说到这儿，靳希望又沉默了。水海洋接着说：“就不要吞吞吐吐的了，你就是不说，我们同样也会搞清楚。说吧，什么保证金？就是保证不能违规的资金。那你们？” 是不是有违规行为？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么说，这笔钱是应该返还给你的。那当然了，可是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说，金色阳光花园的业主办不下来产权证，那能怪我这个开发商吗？水海洋他们。 走出了靳希望的住宅，他们又一次彼此看了看，不约而同的笑了。就在这天下午，已经回到银海市的杜雨萌接到了吕东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他，省里已经同意他们要对关亚楠的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并案侦查的设想。当天上午。 就已经由省里正式通知银海市公安局和省检察院。下午两点多钟，水海洋和张默然就在刑警队的门前坐进了何志强开的警车里。二十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的提审室里，他们三个人见到了关亚男。 关亚楠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自命不凡，他已经是一身看守所被囚禁人员的装束。看到水海洋他们的到来，关亚楠还是多出了一身冷汗。他明白，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刑警队的人。关亚楠，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想必你也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我们是检察院的。 你不会那么幼稚，还以为我们是计划生育干部吧？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搞清楚一件事情。靳希望有一千万元的保证金在你的手里，你需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张默然说道。关亚楠把头低了下来，他的脑子里乱极了。莫非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其他问题？ 不然，他们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件事呢？他们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是靳希望说出来的，还是唐招帝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人？这一刻，他的脑海里迅速的转动着。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抬起头。是有那么回事儿。当初。 他是划到了我们规划局的账上一千万，是作为保证金的。是什么保证金？是防止他们违规操作的保证金。他当初把这笔钱划到你们账上的时候，说过到将来还需要用这笔钱干什么用吗？比方说，他要用这笔钱交开发建设基金？那没有，开发建设基金。 不是交给我们，交不交那笔钱和我们规划局是没有关系的。”关亚楠非常利落地回答。水海洋没有再就这个问题问下去，他明白那完全可能只是尽希望的一个借口而已。水海洋接着前面的话题说道：“你们收下了他的这笔保证金之后，他们违规操作了没有？” 关亚楠不再说话，他又一次把头低下来。你回避是回避不了的，你还是如实把问题痛痛快快的说出来，或许对你是有利的。当初究竟是怎么约定的？当初也没有什么约定，没有说一定要把这笔钱还给他们。 你们是政府部门，而他们是企业，这么大的一笔钱，怎么就可能这样不清不白划到你规划局的账上呢？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开发商违规操作，而对他们采取的一项限制性措施，免得他们胡来，免得发现问题的时候纠正就来不及了。关亚楠，这么说。 只要交上了这笔钱，再发现他们在施工中有违规操作的问题，就不需要纠正了。水海洋问道：“是为了防止违规？”那靳希望的这笔钱到底起没起到防止违规操作的作用？他违规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违规。那这笔钱？ 为什么还没有返还给开发商？关亚楠脸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掉着。那笔钱现在去了什么地方？那、那、那笔钱还在规划局里。你们简直不是在依法行政，而是在作孽。成百上千的业主买了房子，竟然办不下来产权证。 你不会不知道吧？这笔钱存在你的手里，成了靳希望拒绝交开发建设基金的借口。他一直就在等着你把这笔钱返还给他。可你们呢？没有一点动静。水海洋看时机已到，特意这么说道。他想看一看关亚楠的真实反应。靳希望真这么说？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那一千万和开发建设基金从来就没有挂过钩，业主们办不下来产权证，那是他开发商的责任。关亚楠着急的解释道：“那好，既然你刚才说开发商没有违规操作，那开发商这一千万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返还给靳希望？”关亚楠根本没有犹豫。 我让局里的同志找过他，听说他已经把公司注销了，他本人也已经离开了银海。我也亲自打电话找过他，他原来的手机根本就不好用了。水海洋平静的说：“这么说，这笔钱至今还在你们规划局的账上？”这时候，关亚楠出现了片刻的犹豫。 而这犹豫虽然仅仅是片刻的，还是被水海洋他们敏锐的捕捉到了。是，是还在规划局的账上。几分钟之后，何志强驾驶着警车离开了看守所，水海洋就坐在他的旁边，张默然坐在了何志强的后面。水海洋说道。 这下可好了，省里同意我们把这个案子合并侦查，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帮上我们的忙了。你们也可以不必再做地下工作者了，这样啊，好办多了。东方域明局长接到通知以后啊，马上就找到了我，让我代表局里参与这个案子的侦破。如果再需要警力的话，他还可以配备。当然。 他说的不只是刑事案件，还指你们要侦破的范围。可我对经济案件并不内行，你们告诉我怎么配合，我是绝不会打折扣的。我他妈的干了大半辈子的刑警，可眼下呢，对经济犯罪案件越来越感兴趣了。何世强一边开车一边说道：“为什么呀？嗨，还为什么呀？” 你看他们那些人，哪一个不是道貌岸然的？今天我们提审的这位局长大人，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贪官。且不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的事儿，你就从这一千万元入手。如果查不出问题来，那都怪了。你们看他那份眼神啊，你们看他回答问题时那份顾虑，哼，就证实啊，你们以前的判断那肯定是对的。 我们侦查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案子不会那么简单呀。还没有等水海洋说完，张默然接着说：“如果关亚楠没有说谎，那么就一定是靳希望在说谎。他说业主的产权证没有办下来，是因为关亚楠答应这笔钱会返回来，而靳希望明确表示将用这笔钱。” 交开发建设基金，关亚楠对此是否认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肯定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何志强啊，你看，我们这位张大小姐，看上去岁数不大啊，还真够聪明的。她说的对，我想啊，咱们是不是马上就再去见一次金希望，当面弄清楚他关于基金一说的真正原因？ 水海洋说道：“嗯，如果能够证明他涉嫌行贿，就马上对他采取强制性措施，防止他溜了。”何志强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真要是让他溜了，那就麻烦大了。这些天呀、啊，你的弟兄们可是够辛苦的，对他实施监视，还不能限制他的自由，他走到哪儿就得跟到哪儿。” 哎，那是真不容易啊！哎呀，好在这些天呀、啊，他几乎没有挪过地方，还算是挺配合的。哈哈哈哈说完话，何志强哈哈笑了起来，水海洋、张默然也同样笑了起来。车在不停的行驶着，很快赶到了近希望住宅的楼下。